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个 Kingdom 嘅 Core Class。Core Class 咧就比起 Legend Class 咧就稍为升级咗少少，咁所以喺变形啊、同埋配置啦、同埋关节上面咧、部件啊各种都会有所提升。就好似麦加登咁啊，佢好得意喎，佢俾咗支手枪你嘅喎，咁而呢一支手枪咧，居然系佢以前嘅前身，即系佢变形为手枪嗰个状态。而家见到后面有履带部件啦，所以只手咧就唔可以摆动去到后面噶啦。至于星星叫咧，同样地咧都有带俾我一啲惊喜嘅、哦。佢整体嘅平均数值啊，设定同设计各种咧都相当之平均。可动咧，可以话系相当出色。由于啦，用嘅部件数量啦有所提升，咁所以咧喺变形方面咧，就嗰个规限冇咁细啦，可以有更加多嘅乐趣。咁星星叫咧玩上手嗰阵时嘅变形咧，亦都有带俾到我一个新鲜感嘅，你睇下。
就坦克模式嚟讲咧，以呢个价钱嘅定位咧，咁呢个设计啊已经可以相当叫做完美啦。而脚掌方面咧，可以视为呢啲防撞板亦都 OK 啊。咁比例上咧，睇落可能会 Q 咗少少，但系实际上留意翻，我哋现实世界咧的确有咁上下比例嘅坦克噶。而另外咧，佢嘅炮台亦都可以旋转。星星叫啊，喺表面上咧嘅机型咧已经相当完美啦，但系个卖点咧反而喺个机腹嗰度，我哋反转嚟睇一睇佢啊。嗱，以往嘅星星叫咧个胸部啊，其实会系喺机头嗰面噶嘛，咁而家咧佢就上下调转咗啦。其次，手臂咧亦都好大胆咁样外露喺出面。咁呢一个做法嘅好处咧，其实啊系可以保持翻人形有翻一个相当嘅好比例。咁其实呢个处理我自己觉得系几唔错嘅，所以双脚咧亦都有用翻同样嘅方法咧，做翻同一样嘅处理。作为一个 core class。可动啊、变形啊，甚至乎造型咧，亦都系对得起呢个价钱啦。中意细小变形金刚，间唔中扭下扭下嘅朋友咧，就唔好错过啦。我系 Stanley， 我哋下次见啦，拜拜。